你记唔记得你嗰时送呢条链俾我嗰阵时，同我讲咗啲咩？我答应你，我会永远保护你的。其实呢啲咧，就系我一直渴望嘅生活，好简单。我要我自己。我没办法再忍受你不在我身边的日子，差人，你是不是卢子峰啊？你看那个人，昨天今天都在加油站，现在又出现了。只要我们一起，你都不用怕。啊，你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你们根本没有证据。嗯，你可以从头来过。